姐姐她是那个去学校一个半个月回来一次嘛，那个回来了就特别想亲妹妹，妹妹从出生都想亲嘛，没让她亲，因为孩子太小了，大人嘛有细菌呀、什么那个怕她传染给那个小宝宝嘛，因为她还亲那个嘴呀、什么的。这次她回来，她说我一定想亲妹妹，她说我要想个办法，然后她就自制了一个塑料袋，然后套头上，她说这样可以亲妹妹，安全一点。